大家晚安，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十年前电玩游戏 War for Cybertron Cliff Jumper， 或者你也可以叫他跳崖者，那这个名字就非常的不吉利了。所以这个角色在大黄蜂电影里面呢也是很快的就GG了，那就好吧，我们就先来变身一下。完成，这个就是跳崖者的赛博坦生态。那我刚刚尝试了密合一下，觉得 它这边这两个好像有点难密合，所以可能也是我太紧张了，所以没有变好。那 它这个外形呢就是很可爱了，很像那个滑鼠，当年大家都笑它滑鼠。那这个当年的数量比较多，那比大黄蜂还要好买，所以说也只能买到这个。那可以看到这个滚动式也是非常的好，那它的外形也是很有科幻感，很流线啊。那那个大黄蜂电影版它也有一点参考这个的外形哦，所以说有点像啊。那下面呢隐藏得很好，那这把武器也可以藏到这里，背后大概这个样子。那小尾灯也有涂装，它也有这个蜂窝状的刻画。那正面这个样子，侧面、上面还不错啦。Transformer。研究一下这个知识人的生态，那造型呢也是非常的帅气哦，非常的高挑，长腿长脚的。侧面看一下，背后就是有一个大龟壳，不过好像也还可以接受了。看一下这个脸哦，非常的英俊潇洒。那眼睛应该是有透光键了，那下面呢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当然头是可以旋转的，手臂上抬可以达到这个程度，手臂360度旋转可以，二头肢可以旋转，左轴弯曲呢超过90度。那这个手掌有一个水平的旋转，啊，腰应该是有腰转的，但是会被背包卡到，所以背包要调一下位置。那大腿可以外侧打开来，接近于劈腿的程度。那腿也可以抬到这么的高。膝盖弯曲大概
85度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水平的旋转公子，那他这个脚他虽然是球关，脚掌啊虽然是球关，可是他应该是没有接地的功能，就这样咯。武器方面他有一把这把枪，那造型的 有一点像缺风机啦，有还可以接受啦。那平常他也是可以放到那个背包里啦。那还有一个厉害的武器就可以放出这个双刀，那两只手都有嘛，所以就很像那个电影版柯博文的感觉哦，真的是非常厉害的玩具。那这只呢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哦，变形复杂但是有趣，然后武器也是很大方啊，有刀也有枪，那造型呢也是非常的帅气哦。那就这个样子咯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